我现在要来问各位另外一个问题，各位同学，你们觉得在这个世界上谁最爱你？什么人想听你的？妈妈，我非常懂。我的妈妈，伊是这个世界上爱听我，伊上好食的物件，上好欠食欠长内裤嘞，台湾话讲欠长内裤，拢是咧买上好的物件给我。但是，有时咱的人生都会拄着一挂挫折吼。伫我六十岁生日的时候，我迄阵人伫美国，六十岁咱台湾人讲哦六十大寿，我惊吼，哦你也来请我食饭，我嘛足欢喜。叫伊再去，我伫公司的时候，我都接到一个电话，我都真卡，哎呦！千万啊，千万啊！妈妈过身了嘞，好多我大姐在考，我做小姐。天啊，哎，上天怎么给我开这个玩笑？我六十岁的大寿，欢天喜地的日子，竟然是变成一个非常的伤痛，非常的悲伤，不能自已的那个的那一天，当然生日就没有了。伤心了一段很长的期间，后来我在圣经上看到上帝告诉我，他说他将我的妈妈接到了神的身边，天上的永恒的家。他说我的妈妈现在在天上，他在鼓励我，他像那个闪烁的星星在看着我，他在天上在喊亲完啊，加油加油！那是我的妈妈。然后神都告诉我说，有一天我在世界上也是会过去。当我走完世界的道路的时候，我也一样会被接到天上我们的家，跟我的妈妈相见，那是何等的喜乐！所以，各位同学。但愿你们记得你妈妈的爱，更要告诉你们一项事情，就是神的爱超过世界上一切的爱。各位同学要加油哦！如果你的妈妈过世，就像我的妈妈一样，她也是在天上，像那个闪烁的星星，在看你哦，在帮你加油哦，在喊加油啊，加油啊！不要跌倒就不爬起来哦。好，我们现在来欣赏这一首。你念你的亲，thank you.
要加油啊，哦，别人跟你加油只是给你一个鼓励，你自己加油会成为更大的一个力量。就像立刻负责的父母没有放弃他一样，立刻负责得到了这一生最美的祝福。